从香港到这个岛要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再开车两个小时到东北边的海。但这样短的时间却隔了十年的距离。看书啊，我们去拍照好不好？你对客人都那么好，你说呢？来，叫一个。其实我曾经遇过跟你很像的人，但最后他离开了。你好，那是以前的门，大门在这边。哦。两个人的感情，你相信这世界上有两个人会长得一模一样吗？要走了，这几天我很开心吗？还可以。我来介绍我宝贝跟我老公。你相信吗？世界上真的会有人跟你很像很像，但是过着不同的生活。这样的幸福带着遗憾，但是很好。